才一个人啊。就是一户的生活啊。啊，你慢慢走啊，等我啊。警官，我回来了，我们里面请好不好？这边听说是躺死人的，我们里面请，我们里面请。这边躺死人的，你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，你刚刚有没有觉得凉凉的啊？没有，我觉得蛮舒服啊，好，的。那挑一张你床啊，我是帮你快诊死断一了？下。欸，我看你气色还很红润啊，应该还没有问题啊。欸，你用手指着床就可以躺上去了，他会把你吸上去，用手指着床。诶，怎么没有？诶，他改掉了哦。现在床不会吸人了，诶，那就用旧方法吧。还是这一桩哦。诶，现在不能躺床了，诶，那只能用。老方法躺了欸，那你说你哪里不舒服？胀到哪里？手？你手抱住我了的头屁而股已啊，我吗？刚，对啊，然后屁股着地啊。哦，好好好好，屁股擦伤而已，小事小事。我来咯。我，你不要用敲的，很痛。不会啦，麻醉麻醉。这个药擦上去会很痛，你要小心。你的屁股整片都，你一片很红啊，都皮都破啦、啊。对对。别呀！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好了好了，有没有？不会痛啊，一点也不痛啊。很痛啊！不会啦，你刚刚摔成那样子都没事了，对不对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等等，我还要执勤呢。那嗯，个，我屁股这个包扎坐下去会痛吗？你还要再包一层吗？我这边怕有我阿坐公下的去包太大痛人了，啊，看你有没有需要穿啊。我不是会漏尿啊，不是我啊，是屁股会痛啊。包大人是棉花啊，你坐上去比较不痛啊，还是你要卫生棉？我卫生棉本身就有了啦。哦，那你等下就是屁股上面再垫个卫生棉啊。啊啊，我尝试看看吧。好啦好啦，那车祸擦伤是1000块，啊，挂号的话再加200好了，因为忘记问院长说挂号是多少。好好好，好你了慢好走了，慢走慢走，好的好的。好，啊先生先生，你是哪边不舒服？Hello，睡着了吗，先生？先生，你 Hello，屁股是不是很痛？有点想睡了。你是屁股现在是不是很痛？是吧？我好像头飞出去啊，好像头朝地啊。头朝地啊？那你有看到幻觉吗？有啊，现在是好好的啊，只是头有点痛啊。哦哦，那我帮你麻醉一下好不好？你不会是要把麻醉针打到我头里面吧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打在胯下啦。你不是头有点痛吗？我可以走了吗？我觉得我等下蛋蛋会少一颗。不会，不会，不会，我不会切蛋蛋，我还不会切，我还在学。我有点怕啊，你们医生每一个，要么是切蛋蛋，要么是切包皮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是看兽医的啦，我是专门看动物哇，的。那我更怕了，我怕整根都不见了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头而已嘛。啊，你的头，我看一下哦。有啦，你后脑勺有点裂开，那我帮你包个药啊，不要动哦，会很痛哦。那我先消毒一下哦。哦，这真的很烦呢，一直要记。
啊，现在要开始擦药了哦，会很痛哦。看不到我自己在哪。哎呦，可以你啦，可这以个啦，药有点大吧？不用怕，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只要把药打得实实、扎扎实实的啊，不然等下你又掉下去，药也跟着掉，怎么办？好可怕啊！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那我等下再开会个不指头，会敲一敲，脑袋的洞又更大了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只是会多一个而已啦，不会变更大。好了，是不是不痛？都好了。我也不知道哎，头还是晕的。那你再躺一下吧，还是要帮你吊个点滴。应该不用吊点滴啦。那躺一你，下就好了。好好，那你再躺一下。那因为你的头发有骨折，再加上你头有裂痕。我头发要怎么骨折？啊，对啊，你的头发都已经分叉都裂开，就断掉了啊。刚帮你修了一下。啊，那是我上夜班，头发品质不好啊，哦，不那是骨折啊。我就不加收头发骨折的钱喽。好啦好啦。好啦，那你因为车祸擦伤头部小伤而已，那1000块而已。啊，挂号费200，总共1200。好啦，你再躺一不下啦。得了，我要躺多久？你躺到觉得看得见东西，头不会晕就起来啦。那我再多躺一点好了。好好好，哎呦，这不是钢铁人学弟吗？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他刚刚也来我过换啊，一下。也换你来了是不是？他是没第一有，个他啦，载我来过了。他是第一个啊，刚 刚我警已经察来第二过个，了，你是第三我已个经啊。来过了。再躺一下，可以啊，啊你不要一直摸屁股拿来闻啊，这样不好看啊。哦，我找到抱抱的地方了，不好意思，刚刚脚太痛，我好像，对对对对哇，对。你这么想抱我？让我抱抱看嘛，因为抱女生我会啊，不好意思，抱男生我应该还好。你这样我有点害羞。啊，等一下啊，好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哎呀哎呀，这样子以后脚受伤我就可以抱了。好了，啊，不然这样子哎，想抱我是不是？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测试一下啊。来啊来啊来，我让你抱。哎，哎哎，哎，再来一次，因为我刚刚有动到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知道你的害羞了，我真的觉得好害羞啊。那是不是很害羞？有感受到，感受到，好，可以让我下来了吗？来来来，没有下来，没有下来，拜托啦，让我下来啦！没有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哎可呀，以啦，哎，走，可以啦，不是，可以啦，去哪里呀？没有，这边我很熟，这边我很熟。哇哇哇！你看我站起来了，哎、欸，有人啊，呢、欸，没事，有人呢、欸，没有，等等啦，等等啦，真的啊，柜台有人呢、欸。没有，这那这边是要干觉嘛？得怎么样？这觉得怎么样？边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没有这边啊，探讨一下人体奥妙啊。所以你觉得你是攻还是受呢？这个要看你的定义了。因为我怕有些绯闻还是新闻会把我们两个扯在一起，我觉得这样不好看啊，这样传出去，我们医院啊，所的以，晚班女生会流口水啊，你这样子真的被知道了会很尴尬所以，其实你不喜欢这样子吗？啊。我是喜欢女生啊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是喜欢女生啊，那你可以尝试看看喜欢男生。你。这个监视器听到还是什么，真的传出去不好啊，学长。等一下，你动一下，等一下。我怎样？我怎样？没有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刚没听清楚。我说这个在医院传出去不好啊，你这样子，我们晚班的女生可能会去找你哦。啊？找什么？怎么了吗？
你知道晚班的新来妹子多恐怖吗？怎样？哪里恐怖？她喜欢棒打老虎他鸡喜吃欢。虫啊。他喜欢棒打老虎鸡之虫，对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那你要不要跟我玩棒打老虎鸡之虫？我怕吓到你为什么会吓到我？啊。啊？为什么会吓到我？因为看过的都跑掉啦。我不知道是我太这样，小还是我太大啊，所以他们看到就跑掉这啊。样你的厉害是不是？不是长得特别的奇怪啊，我不知道欸，看过的都是跑掉啊。要不要让我看看？等我一下哦。这样，有看到吗？哎，这个不错哎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哎，好啦，你真的要放开我啊！如果哎。这万一样，等一下有救护的话，等一下，怎么放？你放再不开抱一啊，次，黏你再住抱一次，你再抱一了。次，没有没有，你没有黏住了，那个黏到我怎么放？你再抱一次啊！怎么都粘住了再抱一次我嘛，再害羞一次就好了啦。你这怎么都粘，都粘住了。你才黏啊！你看有人啊？怎么平时这边没人，现在有人了？哎，你看那个市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他是不是很粘？放不开啊。还是其实你舍不得离开我啊？话不要你说的那么是明不白是吧。喜欢我？你是不好吧，是你舍都不得我走？我可以啊，跟你都院这样长子了，好说，吧？我们早班也缺人之类的啦，我可以提拔你，如果你有兴趣的没有话。啦，什么提拔，什么提拔我？我是你学长啊。啊，学长你就好了啊，就说你想回来做嘛，做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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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切蛋蛋手术之类的啊。谁要切蛋蛋啊？他妈傻了才切蛋蛋啊！我看你是不是摔到脑袋，要不要晚点请院长帮你检查？什么摔到脑袋？你尊我怎重么点。觉得你让我觉得开始有点毛毛不舒服的这样哪里不舒服？你刚才暗欸？改示这么变明姿显。势。哎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拧开了欸。好了，不闹了，不闹了，啊，这边怎么走？我有点迷路这了。个，这里这吧。里，哎呀，没有啦，这里啦。你跳一下，你跳一下。嘿嘿嘿嘿，我想看看他们有没有卖什么。为什么人啊？大哥。他不是这一次海啸之后，听说都会有卖东西的啊。卖什么啊？我不知道，好像要有特殊东西给他们，是不是这个东西例啊？如，糖果啊、饼干啊、面包之类的，好像不是是他给们他们会点买啦。哎，学长，你刚刚那样子害我的手汗好多哦，我去洗个手。为什么手汗很多？我一紧张，没手吧？汗就会很多啊，所以我就不是适汗吗？合，我不是适不是合，汗？是不是有点白啊？你这个汗有点白白的。没有，真的手汗很多啊，你要舔你刚刚是不吗？是有漏啊？没有，是手汗，我戴着手套，你看手汗一堆。没有，你刚刚是不是有漏啊？啊，不然怎么粘住？怎么粘？那，手汗怎么会粘住？只会不舒服而已啊。好啦，慢走，我再跟院长说，你会想他，好吗？好，拜拜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说摔到头，蛋蛋有点痛。什么摔到头？你讲什么？讲什么？没是不有，是没有，还没要再有，去一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的身体是。是满的吗？你的健康状况是满的吗？要不要帮你包一下？怎样？你刚刚讲什么？你是不是很想要再去一次？没有啊，我说你是不是身体状况没有满，帮你包一下？
学长问一下哦，包帮别人包一次都会收多少啊？什么不好意思？就包什么？是治疗一下啊。没啊，我们之前我的那个时期啊，还没有包不包，要不要送我医院？没有啊。哦，没有像这样子啊，你可能有点小擦伤，帮你包一下，这样也要收钱吗？不知道哦，好的好的，好啦，慢走哎、欸，啊，记得系安全带。还是你的包有别的意思？没有啊，因为阿公跟喜德都要来跟我骗绷带啊，上次100块卖他被院长打啊，之后知道100块是太八便百宜块，了啦。他们哦。养乐多就在病床上面也喊说，明明就是100块哦，三个人跟我喊100块啊，对不起，三个人跟我喊一百块，我没办法不卖啊。我真的觉得包扎这个姿势不是很妙啊，你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好了什么伺服器哦？香港啊，鬼岛。哇，今天用了6个以上的急救包，哎，好恐怖哦！安安哦，新观众安安。假什么？我怎么知道他会跟着这么主动的玩？那、怎么点错了啊？抹布嘞啦，可以贴剪辑吗？你可以贴给杰瑞，目前杰瑞可以贴，你可以密杰瑞，啊，叫杰瑞贴在聊天室。不然，其实早期我这边常常会有人贴恶意的病毒网址连接啦，啊，就是。用了之后，还是有一些连接被挡啊，因为那些看起来就是恶意的网址。我有那个啊，我有剪那个昨天怪兽队打击的部分啊，你们可以去看啊。第三个人的钱有啦，1200啊，也是1200。有啦有啦，今天玩什么伺服器？香港，我刚不是有回你吗？是在香港的鬼岛服啊，鬼岛的香港服啊，200、100、1000，钱好少哦，没关系，我们不急着赚钱，钱财对我们来说算什么？被骗就被骗嘛，不过是个绷带而已啊。对吧？哇，这次的油量，我想说怎么可能才从800多，吓死我，存进去，还用不到车。存车辆存，好的。啊，下雨天，怎么减7000？我要给我减7000哦，你说绷带吗？不止7000好吗？14000，因为我总共卖2个人啊。这是要乘二。
因为我那时候我有问，可是院长没有回我，所以那时候又卖的时候，我才想说啊，对呢，院长没回我，没办法啦，就真的都是买教训啊。像上次那个叫解锁的也没有解到啊，对吧？我还当神经病呢，来了啊！一、二、三，L，为什么那时候看别人的这个姿势都可以不一样啊？我问你们知道吗？表演这个，我看有人雕像的姿势是两手张开，我做到的啊。你的电脑不好，想跟我玩 RP 鬼岛？重点是，前提是，第一，你要有 GTA 正版；第二，你要有资格进来，你要有他入住鬼岛府的资格的门槛；第三，就算你有资格，你也要排队。这个是推荐制的伺服器，不想要了，那就拜拜。哦，不是雕像哦，那个是什么？我想玩那个手张开的，这样就可以扮演一棵树，然后鹿就会从我旁边来。这应该是表演里面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找找看啊。不可能啊，这些看起来都是会动的啊，不可能妓女嘛，脱衣舞之类的啊。找找看啊、哦，这个绝对不是啊，DJ 是这样子啊，摇滚，猫舞。摇摆，雕像，新开放的场地，那也要等我下班吧？那种是公务人员下班才能去的地方欸。我刚刚其实是打着上班卡进去，我后来发现好像不行这样子，马上出吧。怪兽对打机。不要被院长发现就好，不行，我是一个乖乖的人。虽然我爱钱，但是宁愿帮助更需要的人。愤怒。我说在前进啊，诶，那我可以这样子吗？可以去找院长。院长有上班吗？好嘞，我进去了。好，看来进不去。反正就是表这个啊，雕像而已啊。你们可以贴给。有刀的人，除了那个 Nightbot，那个 Nightbot 不会理你们。你们可以贴给 Joker 啊，贴给杰瑞啊。棒打老虎，我看一下是哪一段。鸡翅虫啊。他喜欢棒打老虎鸡翅虫，是不是？是啊。那你要不要跟我玩棒打老虎鸡翅虫？我怕吓到你。为什么会吓到我？为什么会吓到我？被看过的都跑掉啦，这样，不知道是我太小还是我太大，这所以样，他们看等不懂第，鸡翅虫啊。啊小啊，哎、欸、我声音好小哦，好，我要大声一点的，停车场让是新朋友，没有啦，哎、欸、讲真的啦，你看过一个医院里面都没有人的吗？医院不可以，其实医院真的不可以没有人。你说警察出去执勤，那也要一两个警察留在警局内啊。如果万一有民众很紧急冲进来报案，说有非礼、有抢匪、有什么的话，找不到警局，人打手机，这样也怪怪的啊，对不对？一定要，就是要有人留在，反正怎么可能？就是你看消防车好了，
你怎么可能就是开着消防车到处找，刚好会有火灾让你找到，对不对？真正的意愿是要这样子啊，除非你打着下班卡才能去到处爬爬照啊。因为我刚刚看一下那个剪辑呀、啊，而且这个跟绑架没两样你被绑住的话你是下不来的，好恐怖哦。其实真的是该出去晃晃才认识到新朋友，这个我知道啊。但是重点是，你真的是医护人员，你就其实不太能乱跑啊。强制脱身，哦，拿手机可以解爆哦，早讲嘛。好好好，我会演了，我会了。你是不是下面又怕被割啊？啊 他是不是怀疑我在干嘛？没看过神经病吗？啊，没看过神经病吗？感觉就只有雕像啊，对不对？直接跟我告白，刚刚那样叫告白，他只是想跟我玩棒打老虎鸡吃虫而已。躺在椅子上，没办法其实很难而且外面空气这么潮湿，我的。难怪我觉得这么不舒服。好了好了好，我舒服了，我舒服了。这样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改变姿势，睡觉，睡觉，不能睡在里面啊。哇哇哇哇哇哇哇！有人在，感觉有人干大事哦。这个，要面对这个位置。然后睡觉。好，我陷下去了。哇，原来这个椅子这么有弹性哦。对啊，那个只是找不到地方发泄，随便找个我这种。这种皮肤白嫩的发泄而已啊，又不会有结果，不会有感情，我反而还会报警他，报警哦，打电话的哦，不是肢体的哦，我要来表演雕像了，看看会不会有人。院长到底有没有上班啊？他哦，有，他在无线电里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我来 cos 他。我要 cos 这棵树，然后 F3，走，表演。
没有，我现在是一棵树。盆栽怪是旁边的，我是素材怪啊，我是胡说树。哎，这样合理啦，你看我又讨厌雨，讨厌雨水，对不对？我应该。每个客人都开始给药才对吼，然后再跟院长说，可不可以上班的时候去采点药回来，不然我今天如果发药的话，药已经用光了欸。哎，入账，太好了，加3400。多数改名了，就是素才怪啊，素才怪，安安，早安。我现在在扮演一棵树，我在等动物来接近我，闻闻我。哎，我看外面好了没？好不好？停了没？我再去找那几头鹿，然后就扮演这棵树，他们就会接近我，完美。好啦，我不尽忠职守了，我要去做我该做的。我们要去研究一下我们的。小白跟小鹿，看看他们健不健康，有没有传宗接代，有没有顺利繁殖，我要去加油。都没有啦，要靠旁边一点，就不要在做检查的时候给我来个单哦，脾气会很差哦。文长，谁是文长？是说院长吗？啊，你嘛开较紧呢，欠吹。我等下播广告哦，如果不想看广告的，你们知道什么要打开，什么要关掉哦。好啦，加个31，抽个等数，完全没有。文长谁啊？不让我说吗？这文长是谁啊？丢个垃圾欸，我先回医院一趟啊，我先下个班，先去做梦一下。丢垃圾做，啊，这是干嘛的？是，哦，充电站欸，这么棒！完美，好东西哦。好，先回去，然后我去发呆一下。发呆完就去看动物。
刚刚有谁听到我讲文展？好像就只有你耶，没有人回答你啊。锁门，下个班，你们等我一下哦，我去，因为我刚刚买饮料，不拿去丢掉的话，会生蚂蚁。下个班，哦，在这边当财怪啊，好，我取代你的位置了，一模模一样样，应该没医护了吧？还是有啊，院长。熬夜。回来啦！哇，我走了，我去哪里？你到底在自言自语什么？没有啊，我不是怪你，我是真的听不懂你从头到尾讲什么，而且也没有人说文长是谁啊，也没人回应你啊。好啦，上班，看动物喽。哎。哦，人，
发生车祸喽。好啦，我们要去看动物喽。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我要去看野生动物喽。要，标个点。找位置。好像是院长车，是吗？院长不是在更黄一点的车吗？院长的车不是要更黄吗？好像是遥控器吗？不是，按那个数字键最右上角的减号。好啦，感谢 follow。哦，下雨了，有没有那么夸张？就这种校外教学又碰到下雨的感觉啊！我的妈，都要掉头了啊！今天欣赏动物之旅。可能就告一段落喽，也没有动物看了。哇，没有动物看了。没有喂、欸，有，啊，还是只有一只，完蛋了，要灭绝了，跑掉了，烦呢、欸，下什么雨？我好讨厌下雨哦，下雨我一直在受伤，在扣血，你看我的血没有满。哇，我的薪水比没事，这很多了，以美金3400来说很多，超多啊！我医院雨停，我就去车库了吧，不然，那好像多拉多哦。20、100、1000、万、10万，这乘以30是什么意思啊？乘以30次，哇，34才10万哦！那我什么时候才能买到那辆车啊？感觉我要我再升阶上去，然后等车变得更便宜，这样子。就只能这样子了。
哦，这是换算台币是不是？哦。应该是12分钟吧，他们说十二还是13，反正是差1分钟而已啊。感觉就是1个月的薪水才对啊，1个月10万呢、欸，而且早班就无聊擦擦玻璃，你们都不做。有没有看到人？在买什么？白天好和平，对啊，可是还是需要白天的衣服啊。感觉太依赖上帝又不太好，对吧？是小鸡哦，就说突然开麦，Hello。在演对手戏，你不动我不动。那个妈祖婆走了进来。Hello。Hello，来医院买个东西啊。哦，好的好的。在待命吗？对啊，在等事情。谢谢光临。哦，干啥子的？干阿阿公！公，这次我当做没看哦，到，好吗？啥？我们又没做啥。有没有人啊？有啊，我在你旁边。哎，今天要做什么？一样是定期回诊吗？木有啊。阿公跳一下，阿公跳一下。好好好好好，没事吗？咋有个全身是血的渴人？死你呀、啊！小心点！操你妈的死警察！你的死警察！阿公，外面潮湿啊，我们进去里面啊，这样你会很痛爽风啊？没有啊，太潮湿啊，怕会……啊！我早就痛风了，哇哇哇哇哇哇！我那个痛风结石上面又长了一颗结石，又长了一颗结石，现在已经不会痛，已经压到神经了。啊，刚刚哇，好。这么辛苦的哦。哦，来一个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没有抽，我没有在抽这个的可以，你们老咱老乡最爱抽这个嘞，你不知道吗？你们医院都是用这个在当麻药的。哦，没有啦，院长给的跟这个不一样啊。咋不一样呢？我们那个是可以安眠止痛啊。我这夜食啊，你这痛一个。块，这老乡从四川带回来给我的呀。哦，是院长的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对呀，我才不抽这本地的烂货，我只抽骨血呀，哦，相当火。行。阿公，你又你再当跳一我谁呀？下。我会抽鬼道的烂货吗？阿公，你又再跳一下。你你你，哇哇，阿公，
敢杀！身体很勇，阿公。阿公，你体格不错啊。阿公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上面很危险，不要往高处爬。他是不是觉得 我不要嘛？啥？你知道你不用一直待着折力吗？你可以去扯库啊！啊，没办法、啊，如果有人回诊的话，需要医护啊。不是啊，他们会打电话、啊，你到时候再回医院不就好了？哎呀，如果待命比较好啊。去扯库啊！啊，没关系，我车在那边，我过去。你们老乡也在扯库啊？哦，好，我等一下过去，我车停在那边啊，我等一下过去。你才不会过去的。我会啦，我会啦。啊，按道，按道。得喽，他刺激我，我就去给他看。你才不会去的。得喽，其实他也很努力在帮我啦，是要有互动啊。不然他真的遇到他很烦啊，被他坑。你别这样讲啊，他的全身都是刺青的啊。啊，我已经包进去了。你已经觉得我没那么脏了，对吧？啊，对啊。不过你脸上有屎啊，有一条屎挂在你的眼睛下面。这是那个、哦、刀疤哦。我以前跟人家火拼的时候，被人家砍了一刀。明明就刺青，骗谁啊？八家九。骗谁？没有，其实是被烟烫到。不要讲出去啦，阿公。气改。什么？哎，进馆啊！气改，走。怎么啦，院长？早上好，阿公。走。阿公，你刚去哪？啊，刚刚啊，刚刚。巷子附近有没有警察可以码一下？刚这边有。哦。警察，结果警察都在偷懒呢。走另外一边。都不知道干干啥。这边有一个啊。对呀、啊。没有啦，他没有偷懒啦，他在管这边的秩序。这边有时候很多人会逆向，要不然就冲很快进来，要不然就闯红灯过来。他在那边抓啦，他在维持这边的秩序啊。不要再说好话了，干死他！已经好可怕哦！好可怕哦，警察！没有怎么样吧？哎呦，干啥？是啊，我只是要给谭念念，你编号给我。我知道给阿公看这个啊。我们没有局长啊。看局长是谁？兄弟跳一下，兄弟跳一下，你卡卡。不是局长啊，不是局长是废物啊。都说局长是废物，他昨天有抓到我哎。局长是废物。全部都是废物啊！乱讲是废物。帮他擦擦。原来局长这么没用哦，昨天还跟我讲那么多，真烂。局长，那只是代理局长而已啦，不是代理啦，试用期啦。不要一直吵啦，甘斯特，你这被警戒驱逐的小丑。欠走狗，欠死咬欠的走狗。你比小福还搞笑，你被踢出了，你还好意思说人家？干啥？你的叫声又臭啊！你也调一下。我现在有很多警察把柄。哦，我其实不是被踢出的啊，是我自己离职的，好吗？
敢杀死嘞？好看啊，好看啊！我带他去兜个风啊，等我一下。好，行李行李。我要让一些空气啊四散在这个城市。老公，你想干嘛？我找。你是不是在偷哈？快滚啊！要多远滚多远啊！我们不停排队，不停工作，这是晶片太吧？哎、欸，这望远镜真的反而看得更远呢，好屌哦！可以这样子哦，可以这么近哦，我的天啊！对，是金变态，然后车好脏哦。